我叫于丽娜，今年20岁，是那个长春电子科技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大三的一名学生。我现在是舞狮社的一名成员，然后现在是一名狮头。我一开始对舞狮了解的话，更多的只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的。然后我加入舞狮社的原因是因为来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军训的时候，就大三大二的学姐他们会军训汇演，然后就有舞狮这个节目。在那军训结束以后，我就加入舞狮社了。刚开始的话是比较难的，我们刚开始的话一般都是会先进行体能训练，会先热身跑步，然后再拉伸一下，之后就是做一些俯卧撑呀，马步。训练半个多学期以后，他那个体能上有了力量以后，他才可以就举起狮子，包括狮尾也是，他训练完了以后才能更加有劲的就是举起我们狮头。这个带的话是系在腰上，然后狮尾会抓着绳帮我们就是提上去。女生做舞狮的话，其实主要就是和男生相比就是力量上的差距，就是他男生本来就是比女生力量大一点，我们来的时候是需要做更多的体能训练的，就是自己可能要下一点辛苦吧。女生当狮头的话，她身体是比男生重量是要轻一点的，相对于就是狮尾去控制她的力量来说是比较好控制一点的。而且女生舞狮的话是另一种感觉，就是虽然说没有男生那么硬朗或者什么，但是是另一种展现的美吧。我们现在一般做的动作是有交叉腿三拜，然后夹腰、踩腿，还有坐肩、坐头。中间这块有根绳呢，然后这个绳是控制眼睛和耳朵的，就一般就是一动的话，它那个眼睛和耳朵都会动的，然后是做绳态用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手一般是会是这种的，或者是这种拿着，然后控制这个嘴，到时候就是配绳做绳态配合的话，就是可以两个一起动，或者选择单动这个单动这个就可以了，就是都是通过绳态去展现的。我们在表演之前会琢磨自己的绳态，到时候需要用什么绳态去面对观众，就用绳态和动作结合起来，才会使一整套动作显得流畅好看。我们学校的舞狮社是从2014年创立的，它是由一位来自广东和内蒙古的两位学长共同创立的。然后我们的舞狮是属于男狮，从2014年到2021年也创立了7年了。然后舞狮社的规模也是不断在扩大的。在我刚加入舞狮社的时候，应该是大概有十几个人，到了现在这一届的话，已经一共有21位了。舞狮的话其实在生活中不常见，讲出来的话其实会很有自豪感。而且一说的话，舞狮是民间的传统艺术，其实我们虽然说是做的不是很大，但是我们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吧。